得一岁。对，然后你就输了，再去添加桌掉。变态的游戏。抽奖啊！难多了，会被黄标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威友，还有这边有我们的畅畅，畅畅，畅畅，畅畅来，畅畅的招牌打招呼方式，三二。好烂哦！那我们去看一下万里童现在的状况如何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往前 go go go。看起来还穿很不错。我记得我们上次在那边晕浪嘛，对对对。哎，你们没有人带那个吗？晕船药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我跟你讲，会爆哦。不会啊，这么难怎么不会？哦，不会哦。哦，没浪。但我们今天不一样，我们今天是要玩 SUP 耶。所以啊，没浪啊。可是风啊，有那个海会晃啊。至于这个真的没浪。真的吗？哦，教练说没有问题。真没问题。喂。大丈夫。大丈夫ですね。事不宜迟，事不宜迟，快装。这个风，哇，挡不住哎。今天风也太大了吧。有本。哇。哦。直接脱了吗？对啊，害羞。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大家一个福利。等一下，是这个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我们来跟糖糖玩一个游戏，输的脱衣服。哦，这样还要脱？哎，糖糖，糖糖，我们来玩一个游戏。玩游戏哦？对啊，你说好。好啊。好，好，我们的游戏内容。哦，就是我们要玩野球拳，输的脱一件。什么是野球拳？野球拳，我教你。野球拳就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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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啊，就是现在才好玩啦、啊！变态的游戏，抽奖啦！抽奖啦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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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奥德，佩服，有一有一醉，有一有一醉！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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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是示范的，这个示范的，有一有一醉，有一有一醉，不是。不是，我们剧本不是这样写的，剧本是你输。好，我想了。有一次。有啊，那我们再一把，可以啊、哦，可以啊、哦，最后一把了。重点来了，重点啊、哦，最后一把、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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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脱了，会被黄标了。那不然我拔头发，拔两根。不行不行，头发很珍贵，一根都不能少。这么浮夸？对啊。还是拔你的。不行不行，我的更珍贵。头发很多哎、欸，其实。那当然啦、啊。教练好，教练你好像没有遮到太阳哎，赶快滑过来哦，哎，滑来滑去还在这里哎，风真的太大了啦，加油，我们还没滑出去，大伯时间就要到了，好累，哎，你不能输他，教练，教练他滑走了，不行，你来拿着，用力一点，用力，你不要过来。站着站着啊，你试试看啊，你先试试啊，你先试试啊，你先好，对，要两个一起，要两个一起，然后我们如果我们就是超过几下就通过考验，然后就有一个奖励，对，看谁最多下，看谁最多下，哎，我想先看你，对啊，快快快，来，我们现在就是要两个人。我们失败了，你们两个要一起。我们要深蹲一下。对，没有，就是看你们可以几下，两个要一起哦。然后我们是默契大考验。OK。对。好。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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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！
哎呦，再来。看两边应该比较不会是吧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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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年冬天第一泡啊！哇啊！那应该要这样，因为倒水泡到身体。哦，是吗？倒水泡到胸部。哦，不是为了流量。这不错。好烫好烫，好刺哦！终于要泡温泉啦，太开心了！今年冬天第一泡。这个温度可以吧？可以耶，可以耶，来吧，先让你尝试一下第一泡。哇，好烫哦！不会不会不会，等一下下去就好。好温暖哦。很温暖吧？蛮舒服的吧？蛮舒服。哇！我也要找一个。哇！那应该要这样。因为倒水泡到身体。哦，是吗？它还泡得到胸部哦，不是为了流量。这样子才泡得到。我泡上半身。哦。你泡上半身给我看。哦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们都误会了。但你要那样也可以啊，我们就我们的观众会很开心。美乐也是第一次啊。对啊。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很放心，而且不用走太多路。哦，对，都平路吗？对啊。都平路，真的是。我们等一下环绕四周。我们等一下晚上会非常非常漂亮，真的好棒哦！也可以绑起来，这样会不会塌塌的？你们要在那一边，哇，超舒服！而且我们很少晚上泡温泉，对，我们通常都是白天泡温泉。我晚上泡温泉的次数好像只有两次，一次在阳明山，一次在蓬蓬温泉。本来我们这次要去蓬蓬温泉，但是那边真的是路况不太好，而且听说有落石，有那个崩塌。土石流，所以就没有去。那后来就是查查资料，看看近况，对，看看社团的资讯。那这边感觉上也不能百分百确定，感觉上好像可以来，所以我们就来看看。因为想说也是开露营车，如果真的不能温泉的话，至少我们可以开着车找一个地方去休息。对，然后白天的时候再来泡完再开车离开。但好家在我们有一个腹地可以让我们停下来扎营，那今天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在这边露营泡温泉，晚上想泡到几点都可以，而且我们灯带得很够，好几盏灯，这边现在这一池是非常的亮，现在天色已经暗了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这边很chill，而且你看妹妹们已经自己拍起来了，对，然后今天也够累了。不是，重一摔，不是烫到，真的烫到，对对对，因为它有泡泡，它会冲起来，它会冲起来，对，好啊，对，你被咬，意外做效果，我刚被鱼咬，我没有，直接烫到，吓死了，没了，那我们进入 music。还有这里，对对，要笑笑。这冰的，哎，你走不下来，真的吗？这水是脏的。